6 1 6 1 9 6 1 9 10 哦，最后才有用哦。好了，不要洗板，不要洗板，讲一次我就看得到，好不好？最后才有用。什么叫做最后才有用？最后一个按还是怎样？不管了，都用了，好不好？六、二、八，我不要这个。六八六八二好了，六八二八二。噔噔噔！哎，要赢嘞！哦，这次没有出现一，所以打得蛮快的没。这一次没出现一啊，真是幸运啊！没出现一啊，所以我们幸运的打到现在。没出现一，我们要赢了，最后一颗了。好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打赢了，打赢了。你看，哦，52哎，52哎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如果是对付新拉，我们就赢了。对付新拉，我们就赢了。最后用6，那个是基本硬币耶，基本硬币就是要一开始就要按了，多用基本硬币没有用。噔噔噔噔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，我们刚才52哦，7回合而已哦。重点是新拉，不要给我出一哦。哦，哎呦，噔噔噔！单纯なゲームだからコツを使う。言うな。噔噔噔噔。負けない。在进行下一回合前，先观察。很没有。进行下一回合之前，他不会跳出要什么倍数，所以没有办法先观察。哦，这样懂了吗？就是你要进下一回合前，你是看不到他是要你消什么倍数的。要按进去才知道，6+6+5+4，哎，选一个好一点的4，选一个好一点的4，好了，加一枚了，加一枚4给你了，嘟叮叮叮叮，哦，哎呦8哎，6+8+8要60，还要10，就5+5嘛，5，这个加一块而已，加一枚。好了，加一枚，加一枚送你，加十块，加两块，加十块了，耶、yeah, ，有了，噔噔噔噔噔，不要一，不要一，不要一，拜托，不要一，不要一，我现在还要求神拜佛，希望他不要出一，有没有？求神拜佛。啊，好可怜哦，我们实在好委屈哦。嗯，还要这样，不要一，不要一，拜托不要出一这样，不然我们要一直玩，我就玩到光那个，永远就是玩这个啊。下一次关台还是在玩这个，啊、永远都在玩这个。7耶，7是什么？6不行，按6不行，这样不能消。3和3、7、4。外面都是7，好恐怖哦！374，374，combo 数3，消掉20个了，5回合消掉20个，有机会，我们再努力，继续加油。6是要2+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2+8有没有中啊？2+8不会中，好，很好，2+8，叮叮，加这个，加2，加一枚，加一枚，好，加给你，噔噔噔噔噔，30了哦，6回合30了啊，6回合已经30了，越来越有希望了啊，新拉你不要跑，不要出一，不出一就会赢了。不要作弊啊！他作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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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弊！我们可以喊45秒的作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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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5秒，45秒都在喊作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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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无耻了！
45秒都在喊作弊，我喊完了又出一了，作弊作弊作弊，再喊45秒，作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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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又喊了，哦，喊完了喊完了，爽了啦爽了啦，又喊了45秒，作弊吗？不用我说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好不好？不用我说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浪费我2回合，真是无耻无耻。再来啊，再来啦，三不能按6了，2+2+8，2+4+6，啊，9+9+9+9，再加4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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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4了，combo 36，还是有希望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啊！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，空气多么的清晰。什么？这些是什么东西？酒？外面怎么那么多酒啦？14+2，5+9+2好了，5+9+2。只消掉一个而已，太可惜了。combo combo 39，哎呦，2又是2，6+7，6+7+3，7+7=14，7+7=14，2+14=16，这样子好了，+7+7，把外面的硬币都用掉了，外面没硬币了啦。外面没硬币，又送我了，又送我一些了。四哦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，不要一啊，拜托了，拜托不要一好不好？哦，二哎，3+8+7，3+8+7，北87，我们要赢了，87，不要按错，不要按错，先按8再按7，不要按错，不要太爽，87，我们要赢了，87。哦，吧唧吧唧 ，combo， 哦呀，哦呀，赢了啦！再出一嘛，再作弊嘛，即便你作弊，我们还是赢了你哦。真是的，作弊嘛，再作弊啊，赢了哦，呀哒，终于赢了。何かの間違いだし。我们终于拿到矿工球，到底是什么服装？我们这么努力，一小时的实况就是为了拿这一个。第一回スフィアブレイク大会の優勝は優勝大召喚師ユーナ様ユーナ様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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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L 大法大胜利主催のリンさんから賞品が授与されます。颁发奖品，欧美雷多。これベソフゾバミヤヌ。你看他不是讲欧美雷多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他讲 L 贝多语。我拿起来了，耶！哦耶！赌徒哎、欸，为了一个赌徒换光球，这么努力，为了什么？我为了什么？一个赌徒换光球而已嘛，何必嘞？哈，何必呢？我的爱犬好像也很开心呢，何必呢？对不对？临时抱佛脚，果然行不通了。我们打败辛拉二了，赌徒。哎存档还好啦，这边不用快存档啊，这边又不会死。不用存档，不用这么急，我们可以在这边走一走，再存档。好多人还在这哦，他们的技术不相上下，结果很难预测。不能在意小小的失败，不能满足小胜利。哎，作弊啊！啊，意外的获胜，他们讨论的很热烈。放手对战，噔
噔噔噔，下一次有机会赢哦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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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赌徒有点可悲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哎呀，破解荒狂球真的有了不错的娱乐了。为什么要转视角？我还以为哪一个很重要的 NPC 耶，还转个视角？这个老头很了不起是不是？有必要到转视角的地步吗？太夸张了，要转那种视角了。噔噔噔，等一下可以换给大家看一下啊。Yuna 换赌徒，赌徒的服装还不错啦。赌徒的服装还不错，可以看一下，可以给你们参考一下。配置效果配置，我 Yuna 是装备什么？有点忘记了 ，Yuna 是装备什么？哎，贪食治愈之风吗？好像不是哎。再起之心，治愈之光啦。Yuna 是否换上？是，帮你们直接换上赌徒给你们看。赌徒换在这里。嗯，好了，好了，就这样，来咯，看一下。下一次目标就是打败这位海佩罗。海佩罗有什么好打败的？有种就来打败我。让脑袋冷静一点，再来一次。噔噔噔，破解幻光球结束之后就是水豆球了吧？啊，水豆球哎，我 Yuna 不会打水豆球，不好意思。港口正在整修哎，我们到里面去吧。噔噔，不可能啊！我玩 PS 3从来没宕机的。不要妄想好不好？如果真的宕机就算了，好不好？我玩 PS 3还没有宕机过。噔噔噔噔噔，哦吼吼，好啦，存档啦，回去了，保存。这么希望我存档，我就存档啊。存档，我们打赢了，打赢了，然后赌徒，回去，这里应该没有其他东西了吧？没有其他任务了，任务都解完了。咚咚咚！哦吼，哦吼！辛拉有没有不高兴啊？虽然赢了我两次，他装没事哎、欸，装没事哦。我收集到的宝物幻光球，看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宝物幻光球，哦，好多好多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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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不看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哦哦哦哦！好了，存档，交代好兄弟。哦哦哦哦哦哦！赢了、欸，46%嘞！刚刚我们是几趴、啊？我自己也忘记了。他跟我说，击败了有点嚣张的辛拉，获得破解幻光球的大赛冠军。辛拉还说了那句经典台词哦。下次我就会赢了，是不是？我的经典台词就是“作弊，作弊”。听说下次那个人会来调查，这两个我都去过了。蘑菇岩间道具一下好了，认定为走狗，要无视这些问题去看看吗？当然要啊，无视，无视去看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来哦，来打哦，出来打，出来攻啊！有有有，来咯，这里我真的没来过。嘟嘟噜，你们有什么事情？这里不需要助人团出场了，真的还假的？你说不需要就不需要哦？海妖团到了吗？马奇娜和青年同盟正在举办联合作战，你们在联合作战？作战什么？是海鸥团，是海鸥团，要打不赢我。是海鸥团，海鸥团，这是贝维尔淘汰的新星型，应该可以轻松就打败怪物咯。其实是讨厌贝维尔的青人联盟，也必须抛开成见获得武器。这里好多人，我真的，我不是说假的，这里真的好多人，讲一下话。叽里咕噜叽咕叽咕，我不可以跟海鸥团说的话。叽咕叽咕嘞。叽咕叽咕是不可以跟海鸥团说的哦。
记得哦，不要跟海鸥团讲。